我自己现在我的公司，我的很多的朋友也都来到跟我一起来工作，然后我刚刚也遇到了好多从台湾来的，在各个城市不同的人在工作的。我觉得其实大家多多交流才能更多的认识，甚至你能够找到那文化的源头，因为我想中华民族的文化已经几千年了，大家其实可以了解的很多，你会对你自己的生命的价值的认同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想法，所以我觉得很棒。而且多交流多多了解，你才不会是用听说的。而且现在其实交通已经相对比以前方便很多了，其实不用再从网上或什么去认识，有机会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，其实到了一个城市你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跟了解，然后就会有不同的认识，你就会期待另外一个城市，所以我觉得大家的交流这样是非常好的。